收拾一下，把帐篷给收了，跟大部队会合。哎呦！哎！三！不对劲！不对劲！不是，不慌。我知道要怎么做。哎，我应该最后留一根地钉了。嘿，这次露营啊，虽然只有一个人，但也没有很孤单，也没有很害怕，还是挺有意思的，也学会了很多经验，比如收帐篷的顺序啊。太得意忘形，帐篷会不会吹飞啊？然后垃圾的分类啊，应该会更好一些。虽然不是很顺利收拾的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至少完成了，对吧？完成就是最厉害的。伸了，耶！无痕露营，环保万岁！大叔，我走了，拜拜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大叔来跟我挥手，大叔太好了。现在我要做的是回到营地补给一波，然后我们就要转场去。走了。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今天就要去伊犁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前路如何。但这些天完成了环赛里木湖，也独自露了营，无痘痘的痘痘也消了不少，感觉整个人能量满满，信心大增。拜拜了，赛里木湖。我应该拿赛里木湖的湖水洗把脸，说不定还能把痘痘给洗好。来啦，伊犁！我现在呢？已经到达了伊犁，然后到达了伊犁的住处，是一家非常可爱的民宿，找个地方靠一下。我觉得要不就靠这儿吧。嘿，一会儿再去。然后我现在去一下我的房间。哦，行李没拿，行李差点了。今晚这么想走。OK， 先去房间看一眼。OK。哎呀，到了。感觉房间哇，就很有，就是新疆这边本地维族的这个特色，很花，很美，我感觉要载歌载舞起来了。整个住的地方还是很温馨的，说实话，比我那个帐篷还是要香一些。哎呦，这还是马鞍，还是我喜欢。哇，你怎样？这一出去，这个感觉，哇，我感觉我好像是那种贵宾来了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刚刚照了下镜子。有一说一，我感觉我胡子好像得刮下了。然后我一路上看到很多理发店，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给我这种短短的胡子帮我刮一下。OK， 我现在出发了，出发了。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。
很漂亮，而且感觉任何路过任何一家美食店都非常恐怖，都可以把我摆进去让我狠吃一顿，它好香啊，受不了。右拐左拐，对呀、啊。是哪个？哎，是你不？什么？我追你半天了。啊，你追我半天了？哎，你知道这附近哪儿可以刮胡子的地儿吗？啥？你知道这附近哪儿可以刮胡子的地儿吗？我那不知道，我刚看到你我就追上来了。哎呦，那你骑挺快。我能给你合个影不？不合了，不合了。就一张。没有，现在已经合了。你看我这有机器呢，回头我会发微博的，好吗？好。哎，这附近哪有剪头？就理发店，你不知道吗？理发店啊，理发店有的。你带我去个理发店呗。来，听我的。找家理发店，刮个胡子，做个精神小伙。我能拍你别拍，你先带我到店儿吧。一会儿人家全追上来，咱哪儿都去不了了，咱。小人车，小人车，就那个啥的，都是那种啤酒杯，就是少年法呀，等等。哎呀，没有，你别，你很像个托啊，你很像我们请的人啊。别一会儿刮胡子，刮胡子，给你家刮胡子。哎呦，你好。这不是我刚骑过的路吗？刚绕过我咋没感觉呢？这里吗？是。南东前是吧？我要把车推门口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？你确定是在有剪头发的地方吗？还有多远啊？就是这儿了，就这儿是吧？猜想发艺，猫，我把车停这儿。哎，你们能带我吗？能带我。好嘞。你好。那行，我就在这儿。我能在这儿，这可以刮胡子吗？可以。疼不啊？疼。那我把衣服脱一下，我有点热。好久没有去理发店了，也没有去过理发店刮过胡子。领路小哥的推荐真是不错。猜想发艺的含金量非常高，胡子刮得很干净。啊，太感谢，太感谢。我付钱，在哪里付钱？不用，不行，一定得付钱，明白？啊，杨总，刚刚好了。多少钱？10块，物美价廉。啊。好多人都过来了，我赶紧就先跑了，谢谢你们啊，我走了，拜拜，谢谢啊，小哥，走了，好嘞，拜拜，然后导个航，定个位，神清气爽的去看一下伊犁大桥长什么样，出发。在伊犁呢，有一个伊犁桥，然后那伊犁桥呢是横跨伊犁河的，然后据说很漂亮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出发去看一眼，很快就到，没有很远，也就6-7公里。OK， 冲！啊，这就是伊犁河。
这个是哎，这个游乐园。伊犁河，伊犁桥，还有乌来。要不干脆去那游乐园里看一眼得了。来都来了，九点半了，不知道还开不开门。我先走一走看一看吧。九点半还在开的游乐场，好魔幻啊！哎，大哥，这里面几点关门啊？十点半。那这些项目都还开着呢，是吧？嗯，我刚刚是正走，那交易厂对面就大门有呢。就那边可以有人帮我看着，对不对？那边有厂家有。OK， 谢谢啊，谢谢。哦，这里就是入口了。哦，车停在一个隐秘的地方，给它藏起来。我看到这里有几辆山地车都没有锁，但我车也不锁了，我就把车停在这儿。OK， 来都来了，还是去看一眼好吧。谢谢。谢谢小伙子。哇，好久没有来游乐场了。我感觉没有什么项目是我能做的，我做了呢也没得拍，大家也看不见。哎，真不是怂了啊，真不是怂了，我去坐个摩天轮玩吧。你要摩天轮在这儿买票吗？现在还能坐吧？嗯，好，谢谢。OK， 票买到了。那我选个这个绿色的。我这个怎么上去啊？黄色的也行吧。谢谢。休息一下。哇，那跳楼机看起来好吓人啊！哎呀！飞得更高。哇，这游乐园还蛮大的。晚上十点半的夕阳照在我的脸上，感觉进入了一个平行空间，仿佛转完一圈下来，回到另一个魔幻的世界。你好，这过山车还能坐吗？我需要团吗？就是我需要等吗？还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发车？我一个人就可以发车了。紧张。你好，我能戴着头盔上吗？这头盔是专业的头盔，行吗？不会掉吗？不会掉。有什么问题我自己负责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嘞，麻烦您。那我就把东西放这儿是吧？好。走了。家人们，我没录上好像。
我检查一下。关掉了，我看你混蛋了一下。我、哦、没录上，太搞笑了。哎，我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我再去买张票，您等我一下。你先玩吧。不行，那我先玩。好。哎，这次绝对没问题。哎呀，没录上。我一会儿补票啊。下回弄好了。哎，弄好了，弄好了。哎，又坐一次。年轻人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21，然而我在伊犁的游乐场里坐着一个人的过山车，虽然这辆过山车上只有我一个人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，一个人坐过山车也很开心。你这回肯定没问题了。哎，谢谢您啊，我去补票去了。哎，大哥太善良了，好爽，可以开开心心去吃饭了。大哥，谢谢您，再见。你好，我补张票。我坐了两次，谢谢。哇，好魔幻啊！10:30，哎，OK， 游乐场也要下班了，我也要赶路去吃饭了。看一下我现在要去吃饭的地方。现在骑车过去，大概半小时，6公里，那也不用半小时，骑快一点。嗯，好香啊，回家再做饭。我现在已经快到民宿了，我准备在这附近找一个小馆子吃。这是什么呀？家常拌面、家常米饭、套餐米饭。哎、哦，这家好像不错，而且前面有家烧烤。这家看起来不错、啊。那营业到几点啊？北京时间12点。啊，北京时间12点是吧？行。哎，这夏天环境真不错。哇！哇！哇！就在这儿吧，我 hold 住。是得过去点餐吗？是点菜是有是在哪儿点的？菜单点的。啊，我不会讲维语，不好意思。菜单，现在是点菜吗？啊，谢谢。我感觉吧，我好像长得是有点来自新疆的意思。好多人见面都会讲维语，是因为他们第一反应都会讲维语。可能我对他们来说长得很亲切吧。吴磊。哎呦，你好。你好，打个招呼，欢迎你来到新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羊肉冰激凌。哦，谢谢。这个是烤全羊是吗？嗯。我觉得自己都快成半个当地人了，在这里吃的也习惯，住的也舒服，而我也真的要长出幸福肥了。哦，谢谢，太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现在是
5月30号。三号呢，我在广州，还有工作。哎，我吃这么多，到时候吃的胖嘟嘟，可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见人呢？这串太硬了。全部都串了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吃太饱。走吧。吃的小脸圆乎乎的。你好。买个单，谢谢。味道怎么样？啊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太好了。挺好是吧？味道太好了。嗯，好。我买个单。这是直播呢是吧？没直播，我这录像呢。哦。到时候我在那个微博上发。哦。来。哎。向朋友推荐一下。嗯，好，我走了。好，谢谢。走。拜拜。好。哎，你还没走呢？分个船。来，放过去。注意安全啊。好。我现在就要到地儿了。Hello， 明天就要去恰西草原了，有点在异地没待够的感觉。哎，谢谢。嗨，老板。哎。你吃什么了？我吃了烤羊排，吃了那个串儿，吃了手工冰淇淋。哇，那手工冰淇淋绝了，太好吃了。回忆了下这风风火火的两天，我是胡子了。仿佛该体验到的。恐惧、未知、兴奋、快乐、幸福，我好像一样也没差。这一趟不虚此行。然而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我的下一站这样大 U 型弯还是一样的精彩，一样的让我记忆深刻。太美了！